对，我就是看人家打那个立柱兰，我觉得好可怕。它像韩国的泡茶一样，每天都要做，但是它的话效果比较有名，痛感也比较有名。现在就是完全可以不戴口罩走出门的那种程度，好厉害哦！我之前在网站上看影片还以为很可怕，结果我竟然做完了。刚刚从机场，然后一路搭那个巴士，现在就马上出现在江南站这里。今天我又要来韩国做医美，因为距离上次韩国做医美有一段时间。好，那我们就一起进去看看吧。那时候会选这一间来体验看看，是因为它这一间有中文的咨询，可以讲中文，然后我是用 LINE 上面中文预约的，也就是非常方便，而且它还有官网也都有写中文，也有很清楚的价格。那我们就进去吧。一进来的大厅长这个样子，非常的明亮，而且有一股香香的味道。它这里的环境还有免费的咖啡可以喝，咖啡是胶囊咖啡，还可以再加上自己的调味酱。原本的松松刀的话，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可能是提拉的香味。但是我们脸颊整体的肉肉并不多，然后建议你的话，从这里，然后一直到上下巴，然后整体的直接提升脸颊部分给你避开。我有想要打那个斜方肌的肉毒，斜方肌的肉毒，对，就是肩颈会有酸胀感吗？会。之前有做过吗？没有。您的话大概100日，100日可以，加在一起相当于200日。好。然后这个的话是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才会效果明显，会说我们的肌肉慢慢肩颈会有一点轻松清爽的感觉，然后有一点调节线条的效果，然后根据个人差异维持3到6个月左右。正在如果您没有做过的话，可以先体验一下。我们现在的单次体验价的话，最普通的韩国的肉毒素，我第一个100日韩币是29000，第二个100日韩币是39000这样子的。然后还想要做那个 LDM 的水滴提升。 LDM 水滴提升的话，这个是德国的机器，利用声波导入精华，然后帮助我们整体的紧致，然后补水保湿，然后单独做的话一般做补水的模式就可以。好，通常都会做多久不知道？单独做的话推荐您做12分钟。好，那12分钟。它水光焕肤的话，主要是艺人水光焕肤的话，它是帮助我们保湿补水的过程流程，您可以参考这个。然后它的话可 IDM 水滴提升管理可以叠加去做的，最近也蛮有名气的。然后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做的时候，都是没有其他恢复期，这个现在活动价是69000。好，那加一个这个。然后当天的话，直接化妆啊、洗脸、护肤啊，这些都不影响，每周都可以做的管理类项。好的。这两个部分的话，管理项目是由我们管理师来给您操作。好。像如果原本我本来想有点想尝试打那些水光针，这些是不是看网络上是那种会一个一个洞？如果你有担心会一颗一颗的，我们这边的水光是可以选择用机器来打，机器打的时候的话不会很痛，不会一颗一颗的。然后明天的话，隔天女孩子洗脸、护肤、化妆都是可以的。差异的话是我们机器的探头，我们是正常每2cc单独加一颗探头，如果怕痛的话，机器操作就可以，不用担心。然后我们现在活动比较好的，您可以看这种。因为我看你有听说过有，对，我就是看人家打那个立柱兰，我觉得好可怕。像韩国的泡茶一样，每天都要做，但是它的话效果比较有名，痛感也比较有名。那我像我今天假设我在加这个的话，是全部可以搭配在一起，是可以的吗？没问题，没问题。做的话先做仪器，后做注射就可以了。好，而且你说那注射完立柱兰，大概几天后会看皮肤？大概1到2周，慢慢会感觉皮肤更好一些。那这个回家之后的话，做好保湿、补水、防晒就可以了，没有其他的问题。粒粒的话的感觉是大概一粒一粒的话，也是手针的时候才会有机会完成。哦，真的，哎，有点心动。好啊，那试试看。就是看人家打完都一粒一粒，然后好像要隔几天，对啊，对啊。
因为网络上是不是有人说，如果是仪器注射的话，它会漏针、漏液这样？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早的一个说法，但是说实话，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也有些地方机器做也蛮痛，但我们这里的话，机器做不会很痛，而且我们的机器的话几乎没有漏液的。好，所以说，我们蛮新的，叫德玛莎的机器，然后都是更新一点的系列，然后不会有很多的漏药，然后也不会有出血很多的情况，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恢复期。嗯，好。或者你有需求的话也可以，这是我们现在最主打的手法。我们现在美国的出售针一个部位的话，韩币只要29,000，超级贵。你就是说这个鱼尾纹的地方吗？对，比如说额头，额头的横纹、眉间的竖纹，然后眼睛的鱼尾纹，这些地方会可以打。它的话主要是用来控制肌肉，防止纹路继续的加深。它这个。假设我打鱼尾纹的话，它会有就是尴尬的。刚开始的话，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一点僵硬感，你自己会觉得很奇怪。用力的时候，经常能褶皱起来的地方突然是放松的状态，用不上力气的。但是呢，别人是看不出来的。效果的话，大概1到2周慢慢出现，根据个人差异，维持3到6个月左右。好啊，那眼睛尝试一下。好的。然后我们今天也是用肉毒素，所以说打完之后1个星期不要蒸桑拿、游泳，今天尽量不要抽烟喝酒。好，注射像针孔淤青有可能会有。不注射的话，如果晚上想要洗脸，不要用力的去揉搓的。好，效果1到2周慢慢就出现了。好。然后瘦肩针可能慢慢前阵子大概可能1个月这段时间，我们也可能会有些酸胀感，所以不要用拎太重的东西啊，和太沉的书包啊这样。好。肌肉用的越多，我们的回来的越快。哦，好。刚刚咨询完之后呢，现在就到这边准备开始实做。这边有置物的空间，慢慢的有锁的置物柜，然后可以换拖鞋。那我们今天有要打斜方肌的肉毒，所以要去换个衣服。觉得要有点暴露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一次性抹胸套在内衣上面，你的外套就可以了。好，然后把自己的衣服再存到刚才那个柜子里。好，谢谢。觉得有点像日本在穿浴袍的感觉。刚刚换完衣服，现在就来这一区卸妆。它提供很多东西，像是这个发箍，也有洗脸卸妆的。棉花棒、绑头发，全部都有。洗完脸就到旁边这边等待，然后有听到旁边很多声音，各种语言都有，有印度人、泰国人，然后还有日本人跟西方人都有。各式各样的人，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环境。它这边有一间一间的实作室，这样子，有点像牙医诊所一样。照一个光照的面膜，然后再做一个泥膜，然后再涂个麻醉喷雾，最后再做一个韩版超声刀之类的，然后最后是打针。好，那我刚刚有先涂了一些东西，那个是지금바른게뭔지모르세요아그거는그뭐지是做了保湿补水的管理，然后现在是那个补水保湿的那个营养成分现在在脸上的哈，然后我们再做个 LDM 的那个用高周波振动频率把营养成分注入到导入到真皮层里面的那个仪器哈。LDM 先做个 LDM， 好，然后之后再敷一层面膜。好，谢谢，不客气，감사합니다。
새롭게. 刚刚用了两种探讨，一个是 4.5 的，一个是 3.0 的，它就针对不同的皮层。刚刚做完 LDM 嘛，然后还有超声刀480之后，要换一间房间，要去注射室。我觉得算是蛮立即有感的，就是刚刚起来的时候，前面有个镜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整个有被拉起来的感觉。现在就是打超声刀的时候，它这边打到骨头这边的话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但是疼痛感还好，就是酸酸的，就经过这边的时候，然后它是帮我拉这边还有打脖子这个线条这里，因为他说我的脂肪这边没有，其实没有很多，所以打这边打下去脸会凹掉，目前是这样子。程全部都做完了，然后刚刚有认真看了一下我的皮肤，是我有打机器打的粒珠蓝，完全没有一粒一粒凸起来的，而且刚刚在打的时候他说因为法规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摄影，但他的机器真的超酷的，打的时候一点点痛耶，非常少，对，超级厉害，现在就是完全可以不戴口罩走出门的那种程度，好厉害哦！我之前在网站上看影片还以为很可怕，结果我竟然做完了。好，那等一下就先去退税，然后一些心得的话回住宿的地方再跟大家分享。好的，做完医美的隔一天早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记忆犹新热腾腾的心得，就是首先我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是从机场来嘛，所以我还有一些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走进去就马上有人就把我手上很重的行李接过去，然后就给了我行李吊牌，我觉得这点非常贴心，就是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马上就东西就被拖走了，然后我就拿着护照到柜台去报到，在旁边的休息区有咖啡可以喝，然后稍等一下之后呢，就有咨询师来带我到一间一间的那个咨询室，那咨询室那边我觉得蛮舒服，然后我这一次咨询的那个中国小姐姐，对，我觉得她真的人蛮好，而且就是专业度很够，是我要打超声刀400发嘛，她就有觉得其实我的脸部脂肪没有到很多，网络上我真的有看到有人说她打完之后脸变凹，就是反而变得更不好看，对，所以他真的有在为我的脸部状况做就是调整这样子，我觉得蛮不错的。我这次原本就是想要做的除了就是超声刀以外，还想要体验斜方肌肉度 LDM 跟水光焕肤，就是原本自己查好资料是这些，然后我发现他们那个水光针它统称就是注射到皮肤的一些营养液的丽珠兰很厉害，但是我在网络上看注射的影片，有些人有拍就觉得那实在太可怕了，他手打的话就是会脸上会鼓一包一包的，然后很多针孔出血，看起来超级无敌痛，觉得超可怕的，我追求那种透亮的肌肤，对，所以我就大概提一下说想问一下水光针这样子，就他就跟我介绍说他们家有机器打的，然后再加上探头，那个探头真的蛮厉害的，这次体验我觉得我以后会再尝试，就是会再回购的一个项目，真的不太会痛，然后整个流程呢都是有在
一间一间的独立室里面做的。像上次我去的那一间，一些皮肤管理的类型，就是美容师在用的话呢，它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就是有很多床摆在那边，然后大家就躺在那边，很像流水线这样子。但昨天去了江南那一间店，就是它可能空间比较大，所以每个位置都有独立的隔间，我觉得超赞的。还有另外一点感受很好的是，就是不论是在做超声刀啊，或是在做注射类别，都有中文翻译会突然出现，刚刚帮我做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之后会做什么这样。然后注射类别的时候是全程有一个中文翻译在旁边，比如说像注射斜方肌的时候需要耸肩，对，然后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最后不能用维他命 C 类的、啊、或是 A 醇类的保养品，对，然后像两天不能化妆，所以我现在是素颜的状态，全程都有中文翻译在旁边，所以就蛮安心的。好，以上就是我这一次第二次到韩国体验医美的小小心得，这次真的觉得还不错，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如果有一段转机的时间、啊、或是真的来韩国玩的话，可以考虑来试试看韩国的医美。然后先来给大家看一下目前的肤况，我之前有一些毛孔粗大的问题，然后还有肤色不均，对，现在觉得皮肤有透亮的感觉，然后毛孔也真的变得蛮小的。我前阵子是去日本，然后每天在大太阳下曝晒，对，所以才隔个几个小时变成这个肤况，我真的很满意。然后他说这个效果不会那么快，像斜方肌目前的效果还一点点，打完之后是觉得瞬间有放松的感觉，但是那个形状还没有出来，都要耐心的等待，然后之后我再继续跟大家更新肤况，然后还有斜方肌的状况。